层的勇士们戴上有白色丝带的羽冠舞背，舞动时有如海浪一般摆动，非常壮观。进步部落勇士的传统服饰会特别佩戴羽冠，用来象征战士跟荣耀。我们这种带羽毛的就代表是勇士部落的战士了，他觉得就是感觉一种荣耀。因为带羽毛这种东西，因为我们从小培养到大，这个羽毛代表就是一种象征，就是代表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勇士。进步部落的勇士羽冠一般由部落族人自行制作，外面买不到，分成羽毛跟头饰。羽毛部分尾端会再被绑上白丝带，根部绑在三叉板上固定。头饰的部分过去是用布缠在头上，并加上吊饰，但现在为了轻便，会利用海绵再缝包起来。阿美族各部落的青年阶层勇士们的传统服饰一般都会佩戴上羽冠，但使用的羽毛跟形状跟戴法会有所不同。不过戴上羽冠的勇士代表的都是部落的战士，是一种荣耀。也是新闻把握了花莲风兵采访报道。